为上这块美丽作品来自艺术家王定义，有百变艺术家笔名的王定义，精通着各类的媒材，包括着水彩、油画、针影、甲工艺等等，风格是相当的多元。这回受到南市府美术处的邀请，特别带来30件精彩的油画、水彩、甲陶板、画等等的作品，目前当地本地市政中心一楼的大厅来展出。我们着重各种画，还有这个渲染的这个技巧来跟他完成啊，所以我们每一张哈，大多都是实际的来写生，再过来就是油画，油画我们是采实际的这个写生啊，以精致的手笔来跟他展现出来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油画哈，每一张油画都差不多在3个月才能完成的。陶板的话哈，我们是以1200度哈速胚，然后上釉以后1200度来烧成的哈，烧了2天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在窑烧的时候比较难一点，就是说你没有控制好时间哈，它就是会破掉啊，然后这个表面呢，材质表面会起泡啊，所以我们时间都控制得很好。毕淑楚指出，王定义老师的作品受到大家欢迎，也决定是一场时间的响应。本处所呈现的作品是艺术家的收藏，不但是可以感受到他彩绘技巧，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生活。欢迎民众把握难得的机会，多多到场欣赏。南天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。